确保晋级季后赛。上海女篮13日碰上新疆，终于止败，彭诗琴攻下15分4助攻，携手 WNBA 杨江史都华击败新疆，例行赛战绩并列第三。彭诗琴13日先发攻下15分4助攻，超节篮板各一，杨江史都华狂轰39分11篮板，外带三火锅二超节二助攻。新疆台江黄品珍则有4分3篮板。上海女篮最终86-71胜出，17胜7负，与山西战绩相同并列第三。位于纯教力的辽宁队13日有关晋级八强季后赛与否战役，惨遭做客的江苏体馆位于纯攻下15分，仅次于阳江威廉斯的18分，小卫再度打满40分钟，助攻超节各二，外带一篮板。辽宁第四节改盯人防守，魏于纯的三分外线冷箭一度将比数缩到个位数差，可惜防守端没能守住江苏进攻，72-83通败，季后赛希望渺茫。中时电子报。